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是《星露谷物语》的第49集，那我们起床喽！哇，今天是大晴天嘞，所以我们暴风雨走了，有点可惜啊。好吧，不过没关系，暴风雨终究是会走的嘛。那现在是晴天喽，哈，好事情的时间是大晴天，但是坏消息呢，就是我们要浇水啦。暴风雨走了，就没有天然的浇水了，我们必须要自己浇水了，有点麻烦呐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。明天气象预报怎么样呢？明天又是晴朗的好天气哎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预期呢？今天预期怎么样呢？今天预期非常的不好哎。哇，这个主播，你这个算命主播，你又业绩不好了吗？又想要骗我们买你的风水转运球了吗？还是什么风水宝珠啊那类东西？好，我不会上当的。我们再来看了，看生活小常识频道。今天的小常识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大部分的城镇呢，当地小商店前面呢都会有一个月历哦。他说，有事没事呢，可以去看看月历啊，看出日历当中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有时候呢，也会有些打工的机会哦。好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天吧。哇，今天就变好嘞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现在浇水喽。拿起我们的浇水罐，哇，两天没有浇水了，突然觉得浇水有点疲劳。好，我们现在浇水了，我们的武器先收起来好了。今天大概挖满了耶，看来我们需要再做一个箱子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哦，箱子，我们的木头，我们再做一个箱子吧，然后放在隔壁这里。诶，不过放这里的话，我们的火炉是不是没地方摆啦？这先拿出来，还有这个，好，这先拿出来，还有这个灯。那我们火炉放到这里好了，灯放这里，火炉放这里，两台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呢加一个新的箱子。那我们把食品类先移过去吧，食品杂物类先移过去。好，这边应该没有食品了吧？这个算食品吗？这个移过去好了，来，这个放这里。这些稀有物品还有食物类，我们暂时放这里喽。好，然后这个武器我们可以先收起来了。目前我不需要带武器在身上。然后我们的海藻呢？海藻在这里，哦，不是海藻了，绿藻。然后我们的眼镜呢？眼镜好像放这里吧？对，杂物堆。还有我们的食物类，食物类放这里。好，先这样，满浇水喽。这个给它采起来，我们的啤酒花。真的好想要赶快做酿酒桶哦，可是目前还不行，怎么感觉有点久嘛？感觉到这时候应该已经学会怎么做酿酒桶啦，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辣椒我们采起来咯，哇，摄影真的好幸福啊，又有这么多辣椒可以吃了，好精彩的哎！今天马上拿去送给他，这给摘起来咯，还有这个，然后呢，补充一下我们浇水罐吧。这边还长了一个这个小柿子哎，好，补充一下我们浇水罐呢，然后再继续浇水，浇这边的香瓜。那我们继续来浇这边吧，这边的啤酒花我们把它摘起来喽，这边全部给它摘起来，感觉啤酒花超多哎，超多可以采的。好，这边也浇水了，哇，我们的这个枫糖浆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枫糖浆好了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蜂蜜屋啦？好像是哦。等一下，马上把它采起来，然后看能不能做个蜂蜜屋了。我记得之前蜂蜜屋我们想要多做一个，可是差枫糖浆嘛。诶，不过我们设置任务是不是需要枫糖浆啊？好像还缺一个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如果有缺的话，我们还是优先拿去给设置任务好了。我也忘记了，等一下看一下喽。好，我们全部浇好水了。这个枫糖浆呢，我们把它拿起来喽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好像买这个枫糖浆，不过不确定。哇，这两个东西可以拿去浇嘞！昨天我们在矿坑当中有采到了这两个东西，水晶果实还有这个番薯类东西。嗯，对啊，这个枫糖浆我还缺一个，好吧，这个我们就拿去喽。然后我们这个松树的一个树荫也可以拿去嘞！哇，这个包裹我们就要完成了，好，太好了。那么整理一下包包吧，我们的浇水罐不用带出门，这个放着。诶，我工具类东西是不是也放第一个啊？比较好找。
对啊，工具干脆也放一起好了，工具跟武器类。好，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过来这里，然后这个什么鱼，这个鱼先放这里。我什么时候钓到这个鬼魂鱼的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嗯，奇怪，是我昨天拿到的吗？这个好像市中心有需要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鬼魂鱼在这里，对，没错，又多个东西可以拿去社区中心了，真太棒了。好，这个收起来，然后我们，这个放到隔壁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放到这里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拿去交的东西有，真的好多，都快搞混了，太多了。好，这个辣椒放着。辣椒，我们带一个金牌，你送给摄影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好像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送礼物了吧？我们还有可乐吗？似乎没有。哦，有哦，太好了，送给 Sammy 瓶可乐。那么送给 Sebastian 什么呢？他喜欢吃蓝莓吗？我有点忘了，送他一个蓝莓好了，看他喜不喜欢喽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再整理一下。我们的美乃滋呢，感觉可以卖掉两罐了，上个卖掉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今天还要拿我们的十字镐，我想要去深圳的十字镐。我们带上的铜条吧，好像是五个吧，好，我们带五个就好咯。好，那还有其他东西我们要捐的吗？这个 Gunther 可以捐哦，这个海蓝宝石我们带一个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都捐过了，我记得应该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交进去哎。对啊，我记得应该还有，好，再看一次哦，这边呢？这边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捐进去的吗？竟然没有，我以为我有超多东西可以捐呢，原来已经大都捐过了吗？哦，对啦，这个玻璃碎片我也可以捐进去一缸堆哦。好的，这些吧，应该没有其他了。超多东西的，今天超多东西可以带，那我们也带上我们的，对啊，出门应该带钓竿就够了吧？带上我们的锄头好了，如果要挖些东西。然后我们的斧头也带着吧，如果体力跟时间，我们砍点树木。好的，就这样。那我们跟我们的小鸡们说个早安吧。啊，对了，我要帮我们的狗狗浇水。狗狗好多天没有喝水了，有没有觉得口有点渴呢？狗狗在这里，明明躲在后面，我就看不到吗？好，来亲亲抱抱一下。好，它也叫了，看来是蛮有活力的嘛。好吧，浇水喽。好，这个浇水罐我们放回来这里。哎，不对，不是这个。放在这里，然后美乃滋可以收成了。好的，小鸡们说个早安啦！哇，又鸡蛋了，太好了，辛苦了。这只是谁呢？比尼亚，早安呢、啊。还有这只谁呢？这只 Rose，早安呢、啊。还有这只呢，Lucy，早安呢、啊。诶，鸡蛋是少一颗啊，哦，四颗了，错怪你们了，不好意思啦。这只就是库尼亚喽，早安。好，那今天是大晴天啦，可以放他们出来放风了。来，解放吧，登上你们的大草原，开心吗？对吧？果然还是新鲜草皮最好吧。马上出来吃耶，感觉他们超开心的。诶，有一只没有出来耶，没有出来是谁？这只谁呢？没有出来，库米亚。库米亚比较喜欢室内吗？超可爱的，在里面吃草哎。然后转来转去的，好，然后把这个蛋放进去美乃滋机器房，让它来做一些新的美乃滋喽。这个放进去，那我们最后呢再整理一下我们的蛋，可以收着，这个收着。然后美乃滋我觉得可以卖掉哎，还是我们拿一罐送去给 Sebastian 啊，搞不好他喜欢。好，我们拿一罐送去给他哦，另外一罐我卖掉，这个卖掉，然后银牌的哦，辣椒卖掉。诶，奇怪，啤酒花怎么还在身上？啤酒花收起来，这个收起来，然后我们木头也收起来喽。这个，好，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出门了。今天整理家园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弄到1点多了。这边有长花诶，这个捡起来喽。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继续往前进出发。感觉我们今天体力还蛮多的诶，体力还蛮丰富的。那我们离夏天结束其实还有，4、5天呢。我们是不是种一些小红萝卜呢？
村长早安呐、啊！村长说我很喜欢园艺啊，所以加上温暖季节呢，我非常的期待，感到非常的兴奋。好，村长，有一个可以让你感到更加兴奋的东西，看看是什么？篮球大蓝莓啊，来送给你，谢谢，这超棒的！哇，我给村长四颗星嘞！Carolyn 早安呢、啊、，Carolyn 说在星期三的时候呢，我们电视关门的。好，谢谢你提醒我。今天呢？今天没有什么大事情。然后礼拜三是 Molly 的生日，哎，我们要送她什么呢？这是 Jody。Jody 说她需要一条 carp，一种鱼，她需要做一种料理。诶，这个东西我们好像有哎。好，我们赶快哦，要冲回家拿吗？可是我怕来不及哎。我们先去铁匠铺好了，因为我怕来不及。铁匠铺你刚 Fair 好像都是4点关门，我们先去把那边的东西解一解喽，然后我们再去拿鱼给他。Haley，早安啊！Haley 说："这个夏天呢，我一定会晒得非常的漂亮啊！好，祝你成功，加油！继续画我们景象喽。然后每根，这个是 Alex，打个招呼。Alex，好久不见呐、啊、！Alex 说："嘿，农夫女孩，你晒得不错哦，是吗？其实我没什么晒太阳哎，你看错了吧？好，我们去把我们这东西叫进去。我想要深旧的十字镐。"Hello, Clint，今天有生意带给你啦！来，我们要升级我们的十字镐了，2000块。虽然说有点贵，可是我们真的需要啊。好，他说谢谢，我会马上开始做这个东西的，过几天他应该就好了。辛苦你啦，Clint。我们顺便跟 Clint 聊个天吧。然后他觉得说，怎么来这个不跟他讲话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，我是一个铁匠。好，我知道。那我们去捐一些东西给 Gunther 吧。我们今天有蛮多东西可以捐的，顺便挖一下垃圾桶。没有东西。嘿，Gunther，我们今天有好多东西可以捐哦。有2个，有一个海蓝宝石，哇，奖品耶！还有一个上古的玻璃碎片放在这里，怎么样？有什么礼品呢？是什么？哇，拿到画耶，感觉超美的。这是什么像玉一般的山丘，看着超美的，翡翠山丘哎，超酷的，回去马上买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家拿我们的鱼吧，拿我们的鱼拿去给 Jody，然后顺便把礼物送出去喽。今天我们好多人要送礼物哦，因为今天是新的一个星期了。啊，对，我要买种子，我想来种一些小红萝卜。好，我们先去跟，去跟这个商店买一些种子好了。皮尔，Hello，莉亚，你跟莉亚打个招呼吧。莉亚一定喜欢这个花，来送你一朵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吧？谢谢你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跟皮尔买个东西喽。我们买一些种4天的好了。哎，这个6天哦。那什么是种4天的？是小麦。好，那么就是小麦喽。我们种个几个呢？我们种个20个小麦好了，好这样子，我们在夏天结束之前呢，再赚一波喽。那我们来冲回家，把我们的鱼该拿出来。然后我们好东西要去到社区中心，今天是行程满档哎。那我们回到家了，我们的鱼我记得没有吧？我们的 carp 在这里，刚好剩一条哎，好太好了。那我们种子呢，就回来再播种喽，下面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冲啊，冲去 Jody 那里，就是 Sam 的妈妈，然后呢再去找几杯阿钱送礼物，然后还有 Shane，不知道 Jody 在不在家呢？我们看一下喽，还是他们在广场聊天呢？不在哎，不是回家了吗？我们去他家里看一下吧。好，然后挖一下垃圾桶，没东西。这里呢，没东西。Jody，你在家吗？你要的鱼我给你带来了。哇，在家哦，太好了。来，Jody，这是你要的鱼吧？哦，你看到我 PO 的那个东西了，谢谢你。这是你的报酬，多少？哇，90块哎，这个都忘记接了。哇，超多钱的，550，太好了。
瞬间多了超多钱的。好，我们去找一下 Sam 喽。不知道 Sam 有没有在海边呢？你去海边看一下吧。Sam 有在海边吗？不知道。希望在，要不然光去找他们，感觉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哎。有东西可以捡。哇 ，Sam 不在海边哦。Sam 让弟弟一个人在这边玩，太危险了吧？好，我们跟他打招呼喽。等我长大之后呢，我想要就像我的哥哥一样。好，你一定会的。可是你哥哥在哪里啊？他总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地方，太危险了吧？让小朋友一个人在海边玩，真超危险的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来咯，我们去右边看一下，看什么东西可以捡呢？这边有贝壳可以捡，然后还有东西可以捡吗？有珊瑚，超多珊瑚的。好，我们全部捡起来咯，真超多颗的。奇怪 ，Sam 去哪里了？对吧，就找不到他哎。哇，我们还帮他准备了可乐，辛辛苦苦钓上来的可乐，他竟然不在。那我们去酒馆吧，去酒馆看一下Shane在不在咯。Shane你在吗？嗯，希望Shane在哦，你去看一下。啊，Shane果然在啊。来，Shane你看什么？你最爱的东西。超级金牌辣椒，有没有感到非常的开心呢？非常的期待呢？非常兴奋呢？来，送给你。哦天哪 ，Catherine，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呢？我就是知道，怎么样？很可怕吧？好，他说一样的话了。他说抱歉呐，如果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我有点没礼貌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的。是的，我知道你需要一段时间才对陌生人敞开心扉啊，我知道的。好，我们跟Shane七颗星哦，希望还可以买到八颗星啊，就可以开始约会了，多好啊！不过 Sam 真不在耶，那我们先去找一下 Sebastian 好了。好，我们去他家哦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耶，快八点了。也许他在湖边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哇，刚好父女档回家耶，父女档。Sebastian， 你在外面吗？有在这边抽烟吗？有喂，太好了。今天心情怎么样呢？他说啊，为什么每个人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么开心呢？哼，六颗星。啊，我猜也许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东西吧。是的，没错。不知道喜不喜欢美乃滋呢？啊，他不喜欢哎，他说我讨厌这个东西。好吧。我有种受伤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往下咯，我们去市中心把东西放进去。他竟然不喜欢美乃滋耶，我还以为他有可能会喜欢。好吧，算了。就像他讲的吧，不同人喜欢不同东西。虽然有点小难过啦，特别帮他准备美乃滋，可是他不喜欢，可是也没办法咯。好，我们掉进去吧，我们先从鱼缸这边开始。这边这个鬼魂晕我放进去啊，这边海蓝宝石应该拿过来了，忘记了，好，下次再拿来咯。那奇怪，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公益的包裹吗？在哪里啊？左边那边吗？每次都忘记到底是哪里。那可能是这里吧。好，这个我把它放进去咯，这个东西还有这个，哇，完成两个了。还有我们的枫糖浆，还有松树的这个树翼是哪里啊？好，这个枫糖浆放进去咯，还有这个松树树翼，哇，完成一个包裹了，太好了。今天有什么奖品呢？是什么？五个秋天的这个食物。嗯，好，其实还不错啦，加220的能量，还有88的体力，还增加两点的采集，还有两点的防御。好，我们拿起来咯，太好了。哇，这个苹果小精灵又拿着包裹要送出去了吗？我们回家把种子给它播种下去。那我们就走咯。晚上真看了感觉很平静耶，尤其这种夏日的夜晚觉得好平静哦，可以听到一点蝉声，然后带点微风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家咯，我们来播种吧。那播种之前呢，我想先放肥料哎，
对啊，先放频道好了。不过其实这个季节快结束了，好像很浪费哎。还是我们直接播种算了。我们浇水再拿出来咯，然后我们有20个小麦，我们放这里吧，这边好像刚刚好。哇，已经12点了，好，赶快赶快，这边给它全部播种下去。然后还有5个我放这里吧。好，放这里。先把我们浇水罐补满喽。然后这边再浇一下。好，我们全部浇好喽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蜂蜜采起来好了，这个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果酱我们再来做一些吧，应该来得及吧？再做2个蓝莓果酱，这个我们给它拿起来，然后再做新的。好，那我赶快去睡觉喽，避免又是来不及到床上啊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哥哥晚安呢，兔宝宝晚安，子晴都晚安。那这个话我明天再挂喽。那我们今天玩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。如果喜欢，记得帮我一个赞，分享留言，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。哇，我们终于可以做酿酒桶了，太开心了。